错误语录，这些话妈妈千万别说。再不讲话，你就滚出这个家。国三了，他还说妈，你帮我带错了。我说你自己没手吗？认为说这是应该，我就讲这句话。我为什么要生你？那也是我的乐受。他要这样一句我一句，再这样子跟我唱反调的话，我不要爱你了。你再这样，我就不爱你，你就不是我的小孩，而且我要把你丢出去，然后不然的话，你就要道歉，是不是？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